怎么办？不要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腔尼。跟大家说，有一天我在辣妹洗头店遇到一些粉丝啊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悄悄问我说：“腔尼啊，你知道有没有那种比较正常的按摩店啊？”那我想说，我介绍的都是正常的。原来他们的意思是，就是说他们想要专心按摩，然后呢，不要洗头。当然，辣妹洗头店他们也是有按摩，不过他应该是想要非常专心的那种更专业的按摩店哦。懂粉的强尼呢，也是觉得说，对啊，或许有些人有这样的需求，那我就认真的在 Google 上面找啊找啊找。于是这一家就雀屏中选啦 ，Amy Spa。那当然，我也要先浏览一下他的资讯网站啦，我觉得里面应该是不错。蛮有质感的哦。那我今天就抱着帮大家体验，然后分享心得的心态给大家哦。那我们赶快进去尝试吧 ，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进来里面了，那这边呢是 Amy 姐哦，应该就是管理 对吧？对，我这边管理。因为呢，我平常大部分都是做指压比较多，那我想要体验比较不一样的，然后那种深层按摩啊，然后舒压那种，你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因为我看你们蛮多的，你们有精油啊、热式、泰式、日式，还有泰式，还有日式，对对对，还有那个姜。姜的对哦 ，ginger， 哇，姜的按摩精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做60分钟的热式按摩，这样好吗？可以。这里环境不错哎。那你先喝个茶，吃个点心，哇，再帮你准备房间。好，走吧 ，VIP 房。哦，是这种两人的啊，中间会隔着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们看，它有3种精油，所以呢，在按摩前呢，它会让你闻一下，然后呢，你可以选其中一种。这个精油我是从台湾带回来的。哦，所以你这边的东西都是从台湾来的。换好衣服了，那这是今天的老师 T 老师，对吧？好，那请多指教了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可以，很好，谢谢。嗯，哇，老师一下手就知有没有这个力度哦，他力量全部在指尖上，好舒服。他的指压好厉害哦，哇，才没按几下，我已经觉得很舒服了。舒服到不想讲话了。哦，这个好哎，我驼背，然后这样子按。舒服，哇，我热食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这么厉害了吗？哇，老师不会死压你下去，他就是那种寸力的感觉，哇，直接发功到我体内。
哦，这个好。他刚刚拉我那个头啊，我不敢讲话，我怕伤了。他那个腿啊，太厉害了哦，好舒服。哦，这什么？精油吗？我喜欢精油。哦哦哦，哦，他按我的脊椎这，好舒服，嘎铃顺那种哎，哇，啊，太舒服了，这精油这样推推推，太舒服了吧，哦，而且啊，他的手啊，除了有力之外，还很温热，他直接帮精油加热哎。我刚刚被用手按脊椎，现在用石头，哇，超舒服，超痒，哇，怎么办？不要停。这个实在是太舒服了，真的少有的体验啊，太好了，以后可以多开一个系列，就叫做专心按摩。哇哇，舒服嘞，这个石头。这个脚底板又痒又舒服哎，这个感觉蛮有趣的。哦，每次按到脚掌、手掌这种地方啊，就觉得又痒又舒服，然后师傅的手指真的。好有力啊，这个好哎，大家真的可以推荐哦。哇，这个好，哦，这个好强哦。
他帮你平常那种你觉得你不会按到的地方帮你推，然后帮你拨开的感觉，哇，是刚刚有离开一下，我问他为什么，然后他说他就戴口罩，因为呢他现在按的这个地方啊，他有时候要喘气啊比较用力啊，然后他怕气呼到那个客人的身上或脸上，所以他要戴口罩保护一下。哎，这真的很让我惊讶，哎，就是卫生也做得很足够，哎，而且礼貌。想你就是爱驼背，然后这个真的好舒压哦。我刚刚有请老师在帮我加强着重在这部分，哇，真的很需要哎。这个推的好厉害哦，好舒服。老师现在又暂时离开了，因为他要准备按我的头发，按我的头，那他去洗手。我发现呢，他们真的很注重卫生呢，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惊讶的地方。我死了，舒服死了。整趟就是基本上不太想讲话你知道吗，但是我还是讲了，因为没办法给人家体验嘛，我就是要分享给你们知道，但不然我是很想要睡觉。需要的。来，再往前，整个放松。他推到哪里，你就往前到。我筋很硬。那我现在要去冲澡啦，因为身上都是精油。那我们走吧。做完啦，那现在呢他们要送，哇，你看饭后甜点，你们看鸡蛋，然后呢它是沾着盐巴，哇，有一点粤式风格哦，然后呢再来就是你们猜这什么，优格，超棒的，越南的优格超好吃，所以呢舒服后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真的赞赞。那也谢谢 Amy 姐，谢谢你让我来打扰，哎，不会不会， Amy 姐的中文说得很好，哎，所以你们来这里应该无阻
爱哦。我们现在不能让那个 Amy 姐听到，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下悄悄话。在这里呢，他们的那个环境啊，真的是比较越式一点，但是他们的按摩的技巧，然后还有他们注重卫生的程度，真的有吓到我耶。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来试试看，值得尝试哦。总而言之呢，现在呢，我觉得非常的通体舒畅，真的很舒服耶。它按到我平常都不会按的地方。对，那这就是今天在 Amy Spa 的体验哦。那我相信呢，这样子的过程当中，大家应该有感受到舒服，而且我觉得价格也不贵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过来尝试看看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